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哦，我叫杨润泽。哎，有没有人说你长得像那个谁？谁啊？就是那个两个字母的那个艺人。G 开头的。王姐，我这是坐不在地上，真的坐不在地上，太紧了，就鞋也紧，什么都紧，真不行。我试了好多，有没有个小，有没有小木块、小凳子之类的？